好，我是小薇，我现在在巫溪县的临长古镇。历史上的临长古镇特别的繁荣，在1940年代的时候呢，巫溪县城才有3000多人，而这个临长古镇呢，都住着有7000多人。当时的这条大凌河啊，有很多商船往来，运着煤炭和盐。但在90几年盐场倒闭之后，这里陆陆续续的人都走了，很多年轻人都不再回来了。所以说导致这里的房子啊，你看塌的塌，垮的垮。这栋房子里面能看得到泉眼，你去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好大的水呀、啊！听说这个水是咸的，我感觉到热气了，这水是烫的。水是真的很咸，难怪这个是可以泡盐浴，但是这样泡的话还是有一点冷，因为这个还不是特别烫的那种。你这里面还有人住吗？有些老人在做，很少。这边垮掉了。哇！这样啊？这房子感觉是40-50年代修的，空高特别高。这应该就是以前的豪宅，这叫大富人家的屋啊。你看它正屋这边都没有看到有墙的，就特别高，空高。刚刚那帅哥说这里还有一些老人住在这边，我去看一下，但是目前没看到，已经走了好远了。这路进去还可以走好远的。这以前的环境还是挺好的，你看这路面，就下雨都不滑，都没有泥巴路，全这种石头路。他们还种了菜，只是可惜都搬走了。这大哥是住在这里的吗？吴王庙遗址，这里都一路有警示啊，注意安全。大哥你好，你是住在这里吗？啊。住在这边的人多吗？现在？还不多。以前有多少人住在这里？以前住到这里6000-7000人。6000-7000人啊。嗯。现在呢还剩多少人大概住在这里？住在这里的话还有不到三十个。哦，就不到30个、以前6000-7000。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些人都搬走了吗？他因为这里没有学校，没有医院。没有学校跟医院？哎，就走了。嗯。但是这很多房子都是好的呀。好的，慢掉了。你看这些房子都还好的，把窗换一下都可以住。大概是重新买的。重新买的？哦，就有人已经买下来住在那里的。重庆人买的。哦，重庆人买了。他说那个是被外地人买了，放在那里，以后想住的话也可以来住。把它修了一下。哦，修缮了一下。这个有房产证吗？有啊，有的哈。嗯。那像这些老屋的话也要值多少钱啊？这个值多少钱啊？这个很难说，那个屋的话就是卖的话要值30多万嘛。这个、嗯、这个、嗯、这个要值30多万吗？30多万不是在县城就可以买到房子了吗？现在也可以买呀。啊、哦，只是说他们愿意买到这里，有这种年代感。按照平方嘛。
哦，按平方计啊，算。你换成这儿嘛，有那个土地这儿嘛，按平方嘛。以前六七千人住在这里，是因为这边有一个盐场，是吧？盐场，盐场。就产盐很多。啊，那个时候呀，搬运社、盐场、供销社、派出所、邮电局、货运社，他那几大单位都在那个里头噻。哦，以前是单位。啊，他那现在都把它拆起走哒，政府他个镇里头给拆起走哒，拆起走哒，最后学校一拆。那些老百姓就说有学生的话，他在那里没得学校，啊，都跟到都到县城，去带学生嘛，就是个你走一家，我走一家，就跟现在都走完了。哦，全部慢慢的走完了。啊，慢慢的都走了。我有一家人，他们在县城，我不到县城去。县城没有这里空气好。没有，你就是玩的话，就说一出门就把门关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对，又吵闹啊。哦，这里空气好。他盐场倒闭，他那里都下岗，老一点的他就大年龄到了，他就拿退休工资。啊、哦、啊！你像我的年轻一点的，他就去打工了。啊，都去打工了，没掺到噻，没办法噻。他又有学生，他只有去打做点生意啊，或者还有去打点工的啊，都是那种的吧。天然的咸水，嗯。嗯那个是4000多年代啊，那个历史，出那个盐水的话是4000多年代啊，4000多年的历史了是吧？啊，就五王庙就学校嘛，啊、还看得到遗址嘎。那个都是里头传戏哟，看电影喽。啊。他那里一个学校，那边一个学校噻。这以前两个学校。啊，那边是男学校，那边是女学校的。还要分男女吗？啊，分啊。那这边五王庙是男学校吗？女学校？这边女学校。70年代那个都改变的，70年的话就是不分男女。哦，70年代不分了，70年代以前分了的。啊，那哈儿分的。你在那儿住了好多年了？我在那里住了30几年了。这大哥人很好啊，给我讲了很多，不然的话我来到这里啥都不知道。所以说有时候要跟当地的朋友聊一下。你住了30多年了，你肯定知道啊。他住了30多年了。你知道的啊，太少了。那个里头，你要住到那个里头，他在那里住啊3年，就找那个80几的、90岁的，就问那些历史。在这里住3年，就挖掘这边的历史文化，是吧？啊，就是问那些历史，他就做了一本书。哦，写书的是吧？啊，他那里考试噻，他在那里考了3年。就考察这边。考察了。嗯，这个有要把它记录下来。记录下来啊。我今天拍了你，我也记录下来了。我到这边旅行就遇到你了，你给我讲了这些。我现在去看一下这边的学校。也看一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就70年代以前，这边是分了性别的，就上学分性别。现在上去看一下，还挺大的，这学校。这边应该。哎，这个一小间一小间，感觉是老师的宿舍一样。这边应该是学校吧？哦，对，这边吴王庙这个才是学校。哇，修的挺好看的。就是说，现在看这个荒废了的这个状态，都已经感觉得到之前。修得很好的，哇，这真的是有点慌啊！上面这个门这样修，想象不出来以前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啊！你看后面都已经是悬崖了，没有任何土的感觉。你看悬崖的脚下面，就是修这个房子。然后就是河边了。刚才大哥那里了解到的就是这边因为这个学校没有了，然后医院没有，然后包含这边种庄稼也没有，工作也没有，所以说陆陆续续才搬空了那么多，才搬走了那么多人。尽管这里已经荒废成这样了，你看灭火器还是到位的。太慌了，我本来还想再往上走的，不走了，我再往前面走一点点，因为刚刚听那个游客说的是前面还有老人。哎，刚刚大哥走了。
刚刚那大哥说了，这房子啊，卖了，卖成20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挺贵的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啊，里面都是乱乱的，这里还种了萝卜。还挺可惜的，这里房子这上面那些门窗都是没弄的，但是还是做了一个阳台的栏杆在那里，应该这一家人在县城去了，以后这房子可能是留在这里，以后还可能回来养老之类的，所以还是在修缮着。你看，除了后面的悬崖就是房子，然后就是河边了，一点点土地就是这种种小菜呀什么的，就没有位置了。然后对面也是马路，也是大山，修得这么好的都垮了，这边还修了健身器材。哇，那这栋楼其实粉一粉弄一下还可以住，哎，还可以住好多年。垮了，往前面走，有个桥可以过到对面。啊，我感觉我都已经走了2公里了。你看这边种了这些小花，还种了菜。哦，这后面是有人住的，难怪。你看他房子修得可好了，还把它粉了一下，住在里面的很清静哦。可以一直走走走，这边都有房子，那那边也有房子，走到那个桥还可以过去。我现在是要从这个桥过去了，你看桥过去那边也是有很多房子的，不过现在都垮了，只剩地基了。荒的太多了，好可惜呀。我在想，如果这边有庄稼有地的话，我想这些人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么几十个人了。这里因年而兴，因年而衰。1996年，临长古镇最后一个烟囱倒塌后，临长千年来的自研手工业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如今的古镇在安详与宁静中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厚重。依次倒塌的老屋废墟一片，还有龙君庙前喷流着岩泉的石龙头、分炉孔。这些手工自研的遗迹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万兆炎烟、万山云集的鼎盛景象。